之前就已经以狂徒啊得奖过，但很多人都盛赞啊，这个朱楚十三骸是可以名列这个台湾影史最佳动作设计之一了啊。我自己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就是因为这部片的风格很早就定下来，那因为黄金虎导演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要往致敬香港动作的风格去走。那这个地方是自己做最过瘾的，就是我们大量的去参照以前的动作，香港动作片的特性还有风格。那最难的就一样又回到执行，尤其是跳楼那一颗。最早原本想说是要吊钢丝，想说哦这个执行的部分我执行过，我觉得还行。但因为导演想要长镜头，包括实跳，让视觉更有冲击，那这都能让我蛮苦恼的。因为台湾以往没有真实的从五楼跳到一楼的动作特性，所以我特别花了很多时间去训练，去测试这样子。这是我觉得最难忘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台湾我们这边的年轻动作指导太过去太想证明动作设计的部分。但我这几年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系统跟我们的基层，我们的人才到底有没有培养起来。因为也许设计上的创意其实都不难，但最难的就是支撑起我们的所有动作特技的执行。那这些都是很重要，包括我们的人才的流失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那想要让我们可以做得更稳定，然后再做人才的培育跟执行这样子。